下翅膀，三明治的安装。那个这个后轮先装后轮，后轮是那个插座式的，那这个这里有个中轴，然后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一样的。接下来安装那个前轮，先取出那个前轮叉，那个、前轮对准这两边这个塑料件。可以插进去，插到那个孔对对准的位置，然后用螺丝锁住。用那个配件包里那个扳手拧紧。前轮插装好后，要拧开。先拧开这个上面这个螺丝，拿出先拿出来，然后装那个前轮盖，前轮盖这个短的一边放在装在前边，